OK， 好。看看啊，先打到啊，打得到那个摄影师啊。好，开始。嘿。哇。嗨，欢迎来到新一期温顺生活 Day and Day。我是 Jessica， 我是 Jenny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天气太好了，你看我们穿着一身运动装，我们今天要打网球。对，今天就来看一下到底我们是来打网球还是被球打呢？我们期待一下。好，一日网球学徒 Go。 还有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。闻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很开心我们这边请到王教练 Bill。Bill 打网球打多久了呀？7岁的时候开始打球的，后来才慢慢变成教练的吗？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。有一次机会呢，去进入一个日本人的那个俱乐部里面，啊，去开始学球教球的。回到加拿大以后，才开始正式。做教练需要什么证书吗？要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哪个行业的，对吧？这个医生也好，都重新再考教练执照。那么你有了教练执照呢，你有机会去可以进入俱乐部或者正式教学。那我想问 Bill， 得过几个奖？你数过吗？你有自己数过吗？现在是真的数不清。我记得是我到加拿大来拿的最大一个就是 national 双打冠军。这个里面呢，就是可能华人比较少会参加这种比赛，所以说很有劲，打老外。不是打球啊，打球，打球，我要打十个。那请问 Bill， 在打网球这么多年经验里面，你觉得最吸引你的一个点是什么？应该还是参加比赛拿奖，这是一点。就是在每当你打球的当中啊，你有打出很漂亮的球，是跟自己比赛，对，每一次就是要超越自己。对。那最辛苦的是什么呢？坚持，这个是比较难的。网球是在户外运动，太阳要晒，风吹雨淋。对吧，你要坚持。今天就要辛苦 Bill 了，来教我们两个一日体验网球学徒 Let's go。 Hi Bill。 Hi Bill。 好，谢谢，今天要麻烦你们了。这个服装可以吗？好。球拍呢，首先要适合自己，它有这个拍子有粗细的哦，所以是看这个握大手小手。对，你手小和大，你看你握这个，然后再握这个啊，这我的了，这我的了啊，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握拍的大小。像这个是干嘛？避震器哦，啊，避震器啊，这个哦，避震器，没有，我给你一个啊，好的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请问一下，像这种网球鞋跟一般的鞋到底有什么不同啊？网球鞋呢，它这个耐磨力很厉害。在光滑的地上摩擦，摩擦，它这个会跟脚，你把你的脚抱起来。我有发现你们就是球其实用的也很凶，所以真的在打网球的时候也会准备一堆球嘛。现在我手里拿了3种球，这个球都会有不一样的弹性的。初级的啊，是用这个球，红球，它比较大，弹性呢没那么厉害、啊、还有轻，你打起来轻，然后这个球就开始不一样了。你捏一下，你们捏一下哈、啊、然后那个棒子都不会不一样的、你看好啊，握力会不一样、弹性会不一样。那么我们先开始用这个球，好吧？我们一点点开始啊，用好啊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训练喽。先让我那个两个学生来给你做个示范。学长好。这个是 Amanda， 这个是 David， 这是小队部啊。先做简单的，再做难的。先这样啊，不要蹦。啊，直接不要让他拿下来。这个我可以。用脚尖是脚里面要用力。OK， 哇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再回去一下，好吧？还要回去？来了。刚才你们完成的不错啊。然后呢，这样你现在试试看，你这样行不行？哎、走到这个地方啊。OK， 好，加油啊！好，试试看啊。OK， 好。用脚尖啊，走得快啊！哎，对，
的啊，这个就没有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开始用这个球场的啊白线，那白线有名字的，你们能记住啊，我会让你走到这个线上去。是怎么走呢？要啊拿着这个啊这样。现在我先教这个线啊叫底线，底线呢叫 baseline， 这一条跟它平行的是发球线叫 service line， 这个是中心线 center line， 这个线是单打线，这个是双打线。那你们现站在发球线这边，我说什么线你就跑到什么线上啊， baseline 底线。要小小节吗？要小小节吗？对对对啊，发球线service line 啊，哎，转过来，不能这样倒走。OK， 双打线，不要掉下来啊。中心线，中心线，对了。OK， 非常好。OK， 一个站在。啊，接下去我们开始拿球拍，用你的手掌贴着那个球拍的线，对吧？啊，直接下来，对吧？好，好，不错，好，不错。拿好的时候看好啊，这握拍的高度啊，不要太高，嗯，对吧？也不要嘿太低，嗯，对吧？啊，可以高一点点没关系，对吧？啊，到这个是最好的了。正手握拍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看那个，这边是一个虎口，虎口对着这条边。啊，虎口对着这条边，你看看它这个也是的啊，虎口对着这条边。我们现在用正手啊，开始了啊，这每个球啊打在球拍的当中，一、二、三啊，自己做十个，啊，哇，好的，五，哎，加油加油，好，拍子握好啊，看球看球，打在球拍的当中，五八，好的好的，哇，好。OK， 好，接下去我们是不落地的，看好，哎，对了，落地的，嘿，不落地的啊，嘿，嘿，可以不落地打，开始，好的，好的，哇哦，好，哇哦 ，OK， 结束，好，厉害，厉害。现在啊，我们开始打球了啊！是啊，一人站一个位置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一人站垫子啊，一个垫，自己站在垫子上啊。啊，先看我做几个，好吧？看我的手和脚啊。OK， 好，开始。一。左手啊。二。好，哎，好。OK， 啊，想象啊，前面有球，对吧？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。OK 啊，嘿嘿，好，打出去了，对吧？啊，你拍子拉好，球来了，嘿，啊，要打出去了，对吧？来，准备开始啊！好，来啊，好好啊，做刚才的动作啊，嘿嘿，好，哇、哦，好厉害啊！一、二、嘿，好的，哎、啊，跟着一起做动作啊，拍子啊，挥到这个上面，接住它，对吧？啊，拍子挥出去啊，接住它，好的，哎、啊、，good， 好的啊，再来啊，啊，拍子挥出去，左手接住它，对了，非常好哦，你们现在很厉害的是啊，可以每个球都能打到球拍的当中，刚才是我帮你们抛球的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抛球的位置啊，你们自己做好，人还是这样站的。看看啊，谁打到啊，打得到那个摄影师啊？准备开始。嘿。哇。好。好，哎，不错啊，好。好啊，刚才说的啊，接完球以后啊，球拍啊到背上去了。现在一人拿十个球，十个球放在地上。看好啊。OK， 把球想办法打到对方的啊这个发球区里面，就得一分。好，准备好了啊。好了。Go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啊，继续。
好的，啊，不错，啊，有，哇，给球，七分啊，七分，七分，还有最后一个，好，哇，进了，七分，六分，哇 ，very cool，OK，相差一分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啊，你们是一个 team， 都是打到 service box 里面啊，看看两个 team 啊，谁先到十分，加油啊，准备开始了啊 ，OK， 好，好，加油，开始啊，嘿。OK, go! 好啊，有有有。三。OK, 加油加油。OK, 好。Elsa, 要叫啊。Nice, OK, good. 加油啊，谁先到十分啊？十。啊，他们十完了。记住啊，打网球啊，就是不到最后一分不要放弃。要坚持，好不好？哎，做得好啊。OK, 我们先。啊，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来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你知道网球怎么样打得好吗？它是有小秘籍的，就是多多练习。错，就是要订阅温村生活 Day in Van。订阅我们的人呢，都会球技突飞猛进，变帅变美变美丽，还会长高哦。呀，今天体验一日网球学徒。好累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Mercedes-Benz Richmond， 还有这整身非常专业的网球服，大家可以去哪里买呢？ Quatress， 真的超可爱的，真的，我们白天早一点那套也是。是的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啦！那大家记得要按赞、点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耶、yeah! ！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说的。好的，嘿嘿，加油，加油。好的，嘿嘿，加油 ！One, tap, two, tap, here's.